Can I see how many audience we'll start. Okay. Hello. 怡保的观众，早上好。我是朱恩宁医生啊，是班戴伊波的泌尿专科医生。今天是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前列腺安检，因为前列腺呢。其实，在马来西亚呢，是一个相当普遍的一个癌症，所以特地借今天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前列腺的安检，希望大家可以学到一些东西。那我们看看今天我们今天要讲的东西。OK，所以今天我们的内容纲要呢，我们首先会先了解一下前列腺的结构，然后我会跟你们讲一下老化对前列腺的影响，跟着下来呢，我会跟大家解释一下前列腺的问题的征兆和症状，和三种前列腺问题，普遍的问题啦。还有一些前列腺问题的治疗方式，最后呢，我们就会进入那个问答环节。所以如果你们有什么东西要问的话呢，都可以问。首先最简单的，我们先讲一下谁有前列腺。可能这个很多人听起来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可是我有一些女病人会问我我有没有前列腺？其实前列腺呢，答案是只有男性才会有前列腺，女性是没有前列腺这个器官的。所以如果说如果你是女性的话呢，你可以不听这个讲座啦。但是如果你是为你的丈夫或者是你其他男性的父母啊长者啊，你也可以听听下。也是有所帮助，可能你们可以提醒这些上了年纪的男性们多多注意他们的前列腺。说什么是前列腺呢？它位于身体的哪一个部分？还有它有什么功能？说前列腺呢，其实是位于膀胱下方直肠前部的一个核桃状腺体。从这个图画里面呢，你们可以看到。那个前列腺其实就是在膀胱的下面，也因为这个前列腺在膀胱的下面呢，所以它对我们的那个小便呢有直接的影响。很多时候，如果前列腺出了问题呢，我们小便都会有一些症状。也因为那个前列腺呢是在那个直肠的前部，所以也是可以通过手指的。检验呢，可以摸到那个前列腺，而来告诉我们这个前列腺是属于危险的还是不危险的。所以这个又是另外一个diagram，可以让你们看到那个前列腺就在膀胱的下面和直肠的前面，可能这个图画会比较容易，比较简洁一点。So 基本上呢，这个前列腺到底它有什么功能？我们需要它吗？其实这个前列腺呢，它是产生滋养我们精子的液体，和帮助运输我们的精子。所以对大多数上了年纪的人呢，其实这个前列腺的功能是可有可无的，除非在那个时候呢，你还想要繁衍下一代，要不然呢，其实。前列腺的功能呢是可以没有的，所以跟着下来呢，我要跟你大家分享的是老化对前列腺的影响。基本上呢，上了年纪的人呢的那个前列腺呢都会慢慢的肥大而肿大，每个人的那个肥大肿大的情况都不一样，有些人呢会比较快。有些人会比较慢，但是呢，上了年纪呢，那个肥大的状况呢是会越来越严重，所以很造成很多上了年纪的男人呢，小便都会有一些
困难。而在一部分的病人里面呢，他们的那些前列腺的肿大呢，有一部分会变成癌变，就是有变癌症的那个可能性，而这个是需要特别注意的。所以现在我要跟你们分享的是前列腺的问题的那些征兆和那些症状。在这六个图片里面呢，是一般上最普遍的那些症状，好像讲尿流稀落，就讲小便没有力，或者是你小便的时候呢断断续续，有时候呢你一有尿意呢，你要迫不及待的需要排尿，你会忍不到一定要立刻上厕所，要不然呢可能会不小心那个尿呢会流出来。有时候呢，你上厕所的时候呢，小便的时候呢，你排不完，好像排完尿了，感觉像那个膀胱了，还有那个尿在里面，然后也有尿频的问题，就是讲每个小时甚至半个小时都要时常上厕所，甚至晚上睡的觉呢，也要频繁的醒来去上厕所，所以这个也是。很多前列腺有问题的病人呢，都会得到的一些症状。这基本上呢，前列腺的问题呢，主要可以分成三大类。第一个呢是当前列腺呢发炎，通常是因为感染。第二呢是因为前列腺的肿大，而这个肿大呢就会造成很多小便的问题。而在这一部分的肿大里面呢，有一部分可能会有前列腺的癌症，就基本上呢，前列腺的问题就是这三大类。所以跟着下来呢，我所要分享的前列腺炎，这个呢，通常是因为病菌感染的，就是那些 bacteria 感染的啦。为什么会有这样子呢？有时候呢，小便小不干净啊，就会导致。会有细菌感染，而就会导致那个前列腺发炎。而通常呢，当你有前列腺发炎呢，你就会尿频啊、尿急啊这些症状。但是其实最重要的症状呢是疼痛，甚至有时候还会发烧。而这个疼痛呢，是排尿的时候呢会疼痛，有时在生殖器官的部位，或者是肛门的周围，或者是下腹部的疼痛。有时候也是会导致后背的疼痛，同时也会可能造成发烧啦。如果是严重的话呢，是需要进院打药进那个血的。所以前列腺炎的那个治疗方案呢是相当简单的，基本上就是用抗生素去对抗那个发炎，因为大多数的那个前列腺炎呢。是因为那个细菌感染的，所以用抗生素的药物呢，就可以有效的治疗这个前列腺炎。所以第二我要讲的是良性前列腺增生或肿大，这个普遍上呢，我们是叫做 BPH 啦，基本上就是翻译过，将英文翻译过来呢，就是良性前列腺增生。基本上呢，这个前列腺肿大或者是增生呢，其实是发生在每一个年长的男性，而这个东西呢，其实是每一个男子、每个男人都会经历的事情，不算是一种病，但是呢，就会造成很多上了年纪的男人呢，小便会有一些症状。在这个图片里面呢，你可以看到，在左边呢，那个前列腺的那个那个 size 啊，那个大小呢是属于正常的，而在右边呢，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得出那个前列腺是已经肿大了，而你也可以看到左边和右边的那个最大的分别呢，就是当你前列腺肿大了，你的那个尿道就会变到很窄，所以如果你的尿道变得很窄的话呢，你就会小便就有困难，就会小了又要小，或者是小了小不完，而这个其实这种问题呢，就会造成你的膀胱就要用很大的力量去排那个尿，而基本上呢，这种问题为什么
为什么是需要治疗呢？很多人认为就是只要我可以将那个尿排出来就可以了，不需要吃药。但是事实上呢，我们的膀胱就是也是肌肉来的。如果你长期让你的膀胱用很大的力去排尿呢，久了你的膀胱会没有力的。就好像讲，我给你一个例子，好像讲一般人，如果你有高血压的话呢，其实是没有什么症状的，很少人会因为高血压而头痛啊，或者是头晕啊，这种是不常见的东西来的。大多数人的高血压呢，其实是没有症状的。可是既然是没有症状，为什么我们还要吃高血压的药呢？因为你不想要你的心脏呢，因为高血压而在很大的负荷下呢，长期的工作。因为如果你的心脏在长期在很大的负荷下工作呢，你的心脏会慢慢退化，跟着就会肿大，然后跟着下来就没有力。相同的理论，当你的膀胱呢长期要在高压力的情况下做工的话呢，你的膀胱久了就会没有力，没有力呢，你的膀胱就会退化，就不能排尿，到时候呢就会有更严重的问题。甚至有可能会导致腰子的功能呢退化，所以呢，不是讲你可以排尿就足够了，就好像讲，你尿可以排出来就够了。当你那个尿呢排出来有困难的时候呢，你是需要药物减轻你的膀胱那个负荷，因为你不想要你的膀胱提早退化，因为膀胱退化了是没有得换的，就好像心脏这样，心脏如果退化了也是没有得换的。所以他好像讲我们家里的水这样，如果你的家里的水没有力，你可以安一个泵，OK。但是如果你的那个水喉有东西阻塞，你那个泵就会一直要长期的工作，那个泵就很快就会坏，可能一年不到，那个泵就坏掉了，就烧掉了，你可能就要换那个泵。可是风是有的换，可是膀胱是没有的换的，所以你只有一个膀胱罢了。如果你膀胱没有力的退化了，就是结局了，就没有的，没有就没有的做什么了，所以就会那个治疗方式就会不同。所以我们就是要提早治疗，让那个膀胱呢可以用到老。这基本上呢，肥大的前列腺的症状呢，跟我之前讲的那种症状呢，都是一样的，就是尿流会稀落啊，尿流有时会断断续续，甚至是你有时要排尿的时候呢，你还没有到厕所呢，就已经忍不住漏出来，而你在排尿的时候呢，有时很多时候呢，你觉得排不干净，然后尿频啊，甚至夜尿频频，导致睡眠受到影响。所以这些都是一些症状。当你有开始有这些症状的时候呢，最好就是提早治疗，而不是等到很严重的时候才寻找治疗。因为等到很严重的时候呢，你的膀胱可能就已经开始退化。就好像讲，当你的那个血压高，如果可以提早控制的话呢，对你的心脏是比较好。相同的道理，当你的小便出现了一些问题的时候呢，提早治疗是会增加你那个膀胱的那个使用期。就基本上呢，等到前列腺肥大，等到如果药物已经不能控制了，跟药物已经不能控制，就是比较严重的病人呢，他们是可以做几种手术的。最常做的手术呢，其实就是那个叫做简单的叫做 TURP。就是将英文翻译出来呢，就是叫做经尿道前列腺切除术。简单的讲呢，就是我们用一个仪器呢，放入从你的小便的地方呢放进去，然后将你的那个前列腺呢割掉，切，所以那个尿道呢又会顺畅，就到时候呢，你小便就会比较容易。而这种手术呢，除了用这种TURP 这种做法呢，有一部分是可以用 laser 做的，但是 laser 呢是在
通常是比较少做了，通常是比较少，因为 laser 第一比较贵，然后第一个的那个切除方式呢，其实都非常有效，大多数的人都可以经历那个 TRP，而不需要用 laser 的做法。第三个呢是水蒸气疗法，这个水蒸气疗法呢是一个比较新的疗法，这个疗法呢它的风险比较低。所以，如果说那种人比较担心做手术的风险呢，是可以尝试这个水蒸气疗法。而这个水蒸气的疗法呢，风险是很低的。For 那些病人呢，完全不要做手术的呢，就是讲，他们很害怕做手术，是或者是不适合做手术，可能因为他其他的疾病，好像心脏的问题啊，或其他的。或者是病人做手术有很高的风险呢，是可以做一些大桥的手术，而这个大桥的手术呢，可以当成做当前的鬼门，它是一个很简单的手术放一个管，放了进去呢是不用拿出来的，就是放在那边，然后过后呢，它会将你的尿道这是变大，然后你就会小便顺畅很多。这个呢，其实是我们马来西亚国家癌症登记的总体的报告，最新的是在2017年 published 的，所以这个呢，是收录了我们马来西亚政府中央医院的那些 cancer 的那些记录啦。所以前列腺癌呢，是马来西亚男性中第三大最常见的癌症，它的风险呢，在113名男性之中呢，会有一名患者。在这个图画里面呢，你可以清楚的看到呢，前列腺是排于第三的，第一是属于大肠癌，第二是肺癌。所以基本上呢，除了你要如果你50岁，而没有做过大肠镜呢，我也是会建议大家做一个大肠镜，因为一个正常的大肠镜呢是可以，如果一个正常的大肠镜是 good for 8 years 啊，就是8年里面呢你不需要再照，8年到10年，如果你做过一个大肠镜呢，是完全正常的，在8年到10年里面是不需要再照的。而大肠癌的确是马来西亚最普遍的那个癌症，而那个肺癌呢是排第二，所以如果有肺炎的人呢，最好就可以停的话，那是最好的啦。然后我们马来西亚政府也是说，如果过了2007年还是多少年，现在的人已经不可以买烟了，所以可能到时候呢，那个肺癌也会大大的减少。跟着下来的那个前列腺癌也是排第三，也是很普遍的。So, 从这个 diagram 里面的这个图片里面，你们可以看到的是，那个前列腺的癌症呢，主要是从55岁过后才会得到的。所以有一些人呢，可能太过紧张。他们很年轻，可能三十岁啊，30多岁就担心前列腺癌。其实前列腺癌在这个岁数呢，三十多岁呢，我不敢说完全没有可能，但是的确是非常非常罕见的。所以基本上来讲呢，过了50岁的男性呢，才需要担心前列腺癌。在这个图片里面呢，是让我们看到，前列腺癌呢，在马来西亚的医院里面呢，我们所得到的那些数据，大多数呢，超过一半以上的那些男性得到那个前列腺癌呢，都是属于晚期的，15%是在 stage three。而超过一半，就是53%是在 stage four。stage four 呢，就是第四期，也是属于已经扩散了，就是属于很晚了。所以在
第四期呢，其实就是那个病情呢，已经是不能完全根治了，而只是在控制的范围。所以从这个图片呢，我们也知道呢，在我们马来西亚三大民族里面呢，华人得到那个前列腺的癌症的风险是最高的，大概在86个华人里面，就会有一个会得到那个前列腺癌。而在我们的友族同胞里面呢，他们的风险相对之下呢是比较低的。不懂这个跟我们的饮食有没有影响，那个我也不知道。而这个 study 呢，这个 paper 呢，是我们最近在那个一个那种周刊刊登出来的。这个是我们马来西亚前列腺癌的一种研究。他在我们马来西亚的各大中央医院呢，记录了全部那些前列腺癌症的病人，而这个数据呢，告诉了我们的平均诊断年龄呢是在70岁，所以这证明的是大多数的人呢是没有时常去做这个前列腺的安检，就造成呢我们的那个病人的岁数呢。都是在很迟的阶段才诊断到这个前列腺癌的，平均岁数是70岁，而大多数的患者呢是华人，41%，其次是马来人，38%，跟着下来是印度人和其他种族，超过70%的患者呢都在晚期诊断，14%在第三阶段。而58%在第四阶段，所以呢，这显示了我们的那个前列腺癌症呢的诊断的确是在很迟，这反映了我们的社会呢对这个前列腺的癌症的认知呢是很低的，所以早期的发现和治疗呢可以大大的增加那个改善的那个治疗的结果，而这个对那个生存的那个几率呢是有非常重要的那个。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那个因素来的，所以前列腺癌的症状其实是在早期的前列腺癌呢是没有任何症状的，有症状的前列腺癌呢都是晚期好的，而这些是我们不想要，我们都不想要病人是在有。症状的时候呢，知道他有前列腺癌了，因为在这种有症状的前列腺癌呢，通常都是比较晚期的，而治疗的那个方式呢，也会有所不同。所以我要提醒大家呢，就是预防永远是胜于治疗，所以最好的预防方式呢，就是提早知道那个前列腺癌，怎样知道呢？就是我们做一个 PSA 的那个检测，PSA 的检测其实就是一种血液的检测，而这个血液里面他们就是去验那个 PSA，所以如果你们上了年纪，50岁或者是40多岁，你们去做你们的平常的那个健康的检验的时候，验血的时候呢，你可以要求他们也顺便 check 你们那个 PSA，尤其是50岁以上的男性。如果你们的 PSA 有高呢，你就要去看医生。第二个方式呢，是通过那个直肠的指检，就是简单的来讲，就是放一只手指呢，从你的肛门放进去，然后去摸那个前列腺。而在这个的检验方式呢，我们就可以知道那个 prostate 啊。那个前列腺呢的那个肿大是属于危险的还是属于不危险的？那个是要有经验的那种医生摸才会知道的，这个是要有需要经验和累积才会懂的。所以这里呢就是跟大家讲，什么时候需要做检查？50岁以上，跟大肠癌也是类似的。大肠癌如果是要做检验，也是我会建议大家在50岁以上呢做一个大肠镜。而
PSA 呢也是在这个岁数做的是比较好的，因为那个前列腺的癌症呢，通常都是55岁以上，那个癌症的几率大大的提高。所以如果我们可以提早检测到那个前列腺的癌症或那个风险呢，我们就可以提早的去预防或者是治疗，而这个可以大大提升那个治疗的胜算。但是如果你的家庭成员里面呢有前列腺癌的那个历史呢，你就要更早的去检验那个 PSA 和做检验，在45岁。但是如果你的家族里面呢有很多那些癌症的那些历史呢，就像你的兄弟姐妹、家庭成员里面有很多种各种各样的癌症呢，那你的风险呢就会更高。我就会建议你在40岁呢就应该做一个检验了。很多人会问，其实前列腺的癌症可不可以预防的？可不可以吃什么东西呀、啊，或者是喝什么东西来预防？其实是没有的。前列腺的癌症呢，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上了年纪，其余的呢就是可能是家族遗传，家族遗传有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家族遗传，其余的呢其实就是因为我们老化，所以呢，但是也并不代表没有，因为前列腺癌症跟那些饮食习惯没有直接的影响。就不需要注意你的饮食，我还是会跟大家讲，注意饮食，健康的生活习惯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肥胖的人呢，如果你得到那个前列腺癌症的，通常肥胖的人那个前列腺的癌症呢，通常是会比较凶一点的。就这个呢，如果是不肥胖的人呢，他们的前列腺癌症很多时候可能就算是前列腺癌症，都是属于那种比较不凶的。除此之外呢，在手术方面呢，如果你有前列腺癌症，如果你是肥胖的人呢，手术的风险一定会比较高的，而手术的困难程度呢，也是会比较难的。所以，如果手术的困难程度提高的话呢，手术的风险也相对的提高。所以呢，我也是建议大家呢，不要因为前列腺癌症跟我们的饮食习惯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了，就可以放纵的去吃喝。我还是建议大家要保持生活良好的生活习惯，也是照顾你的心脏啊那一些。所以现在要跟大家分享的呢，就是一些简单的一些前列腺癌的治疗方案。所以大家呢，对这个前列腺的那个治疗方式呢，有一点点的简单的一些认知。现在的前列腺癌症呢，大多数如果是在早期的，或者是适合做手术的呢，我们都是用机器人辅助腹腔镜的前列腺的切除手术。这个是最好，我认为最好的一些手术。而大多数的人呢，如果可以的话呢，是需要做手术的呢，我都会建议用这种方式去做。有一些人呢，不适合做手术，或者是不想要做手术呢，也是可以选择放射治疗。其实放射治疗呢，跟那个机器人的辅助腹腔镜的前列腺切除手术呢，都有一样的那个效果。就是讲，放射治疗也不是讲一个不好的治疗方式，也是一个很好的治疗方式，而且是有效的。不是讲哦，如果你做放射治疗就没有那么好，其实不是的。很多病人会问，哦，我听说放射治疗会很辛苦，会吗？其实是不会的。放射治疗其实不会讲如何辛苦的，而他们的主要分别呢，就是风险和那个后遗症。手术的做法和放射治疗的方式呢，有个别不同的那个 side effects，如果就是有不同的那个后果，那个
side effects 啊，就是可能后遗症，OK，而手术的风险会稍微高一点。第三个做法呢，就是荷尔蒙疗法，这些是基本上否那些比较晚期一点的，或者是有时候是否那个放射治疗方法呢，他们也是会参加一些荷尔蒙的疗法，这个是相当普遍的。而那些非常早期的前列腺癌症呢，很多时候呢是不需要做手术，也有这个可能性的。有一些前列腺的癌症是属于不危险的，就是属于不凶的，但这是癌症，但是他们很慢，所以呢是可以选择继续复诊和定期的检查和观察，除非那个前列腺癌症有进展的那个迹象，变得越来越凶或者是比较严重，才需要治疗，也是有一部分的病人是适合这种方式的。我今天的分享呢就到此为止。现在呢是一些问答环节，你们有什么东西呢都可以发问，我会尽我的能力解答大家的疑问。而现在我收到的一个问题是，他们问前列腺癌会不会影响性生活？前列腺癌如果是在早期的时候呢，是不会影响性。如果你本来性生活是美满的话呢，早期的前列腺癌是不会的。但是如果前列腺癌是属于凶的，或者是属于晚期的呢，那一定会影响到那个性生活，因为那个前列腺癌会扩散。当它扩散的时候呢，它会影响到那个神经线，而这些神经线呢，就会影响到你的那个阳具勃起的那个功能，所以呢，前列腺癌如果是晚期的呢，都会影响到这个性生活的。第二个问题，我看到的是他问，请问35岁开始要做 PSA 吗？在我刚才的分享里面呢，其实35岁是不需要检查 PSA 的，除非。如果你家里有很多人有癌症的那个基因，这样子你就40岁就可以检查你 PSA。一般上来讲呢，是50岁以上才做那个 PSA 那个检验。我这里也有一些其他的问题，我这里就读给大家听听看，然后也讲出我的那些答案，让大家也可以知道一些。So，这里写的是前列腺问题会影响生育能力吗？基本上前列腺的问题呢是不会影响你的生育能力的，它不会导致你不能喷那个精虫啊或者是什么，没有问题的。你喷精虫那个问题呢是跟那个前列腺没有什么关系的。So，有什么食疗建议给前列腺问题患者呢？没有特别的建议，就是一个健康饮食的习惯。一般上，前列腺的问题是怎么引起的？其实前列腺的问题呢，就是因为我们老化的现象。所以，你要当它是一种病也可以，你要当做它是一些老化的一些迹象也可以，因为基本上呢，每个人上了年纪，尤其是那些上了年纪的长辈们，你可以问一下你跟你同岁的那些60、70岁的人，其实10个里面呢，几乎每一个都会有一些小便的症状的，几乎每一个。所以其实当每一个人都有的时候呢，那一个岁数，你还叫他病吗？所以我认为呢，其实这是一些相当普遍的东西。要像每上了年纪，头发会比较脱落、秃发的现象，或是白发的现象，这些叫做病吗？还是叫做老化？所以我会认为呢，其实前列腺的问题呢，是 more of 那个老化的现象，而我不认为它是一种病。
但是如果你不吃药呢，它会造成其他的病，好像你的腰子病啊，或者是膀胱炎啊这一类。所以呢，如果你不去治疗呢，它是会导致其他的问题的。所以呢，虽然它不算是严格上来讲，我不认为它算是一种病，就是算是一些一般老人家的老化的一些迹象。但是如果你不去治疗它呢，它是会延伸到其他的疾病的。所以，良好的生活习惯有助于改善前列腺的问题吗？我认为会有的。我认为会有的，因为基本上呢，当你的身体是属于一个健康的状况呢，基本上你所经历的一些症状啊，其实就算是前列腺肿大了，只要你是生活习惯健康，而你本身的体格和体质都是保持在良好的状况之下呢，你的症状一般上来讲就会比较轻微了。前列腺问题一般上会容易发生在年轻男性的身上吗？一般上不会的。但是如果是前列腺炎呢，就是可能是尿道发炎而导致那个前列腺发炎，甚至是一些细菌感染导致那个前列腺发炎，这个是可以发生在年轻人的身上的，但是不常见。如何有效预防前列腺疾病？其实没有特别的方案，就是一个健康的饮食、健康饮食、健康的生活习惯。前列腺疾病可以成功治疗的几率大吗？我看这个问题应该是问前列腺癌症。因为我是前列腺炎啊那些东西的，其实治疗方式是相当简单，而治疗方式呢都非常有效的。至于那个前列腺癌呢，成功治愈的那个几率呢，是要看那个癌症的那个第几期。如果是早期的话呢，第一期和第二期呢，成功治愈的那个几率是非常高的。但是如果是第三期和第四期呢？那个几率呢就大大减少。如果是第四期呢，是完全没有治愈的那个几率的，因为基本上那个疾病呢是已经扩散了，所以基本上呢那些治疗方式呢是在控制那个疾病。但是现在我们的那个医药呢已经是很发达了，其实那个医药呢是有很多很有效的那个控制的方式，所以很多就算你是第四期呢，如果你有得到那个治疗呢，要吃上多一个3年到5年呢，其实不是没有可能的。就是很多时候呢，你就算是前列腺癌症第四期呢，如果得到那个良好的治疗呢，要吃上5年还是可以的。所以我看了，收到的问题就只有那两个。怎么讲发炎？就是感觉疼痛啊。对，如果是前列腺发炎呢，可能那个小便呢会非常疼痛，甚至那个你的下体也是会有一些疼痛、不舒适的感觉。但是呢，还是要通过一个那个手指那个叫做英文叫做 digital rectal examination 啊，就是基本上就是放手指进去那个肛门去摸一摸那个检验那个前列腺，才可以正确知道到底你的前列腺有没有发炎。而在那个检验过程呢，我们就知道你到底有没有前列腺炎。然后呢，这个想多喝水对前列腺排尿有帮助吗？多喝水是应该的，但是对那个前列腺排尿呢是没有帮助的。前列腺导致排尿的困难呢，主要是因为肿大，所以你多喝水呢，其实对那个排尿是没有帮助的。但是多喝水本来是应该的，因为多喝水呢可以防止或减少。深视头的风险啊，或者是
膀胱炎的那个风险呢？说哇，虽然是对前列腺没有帮助，但是我还是鼓励大家要喝足够的水。PSA 费用会贵吗？那要看哦。你如果你是在大医院检验，我看我认为会比较贵的。如果你在那些比较小的诊所或者是那些 lab 做，可能会比较便宜。我看这个是看地方的啦，看地方就在一杯诚志，你在妈妈档叫，和在五星级酒店叫，因为可能两个是一样价钱，但是我看相差不会讲太多了，大致上我认为是在100块左右了。OK，我看我今天的分享就到此为止，谢谢，谢谢大家。